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先生，各位代表，首先我认为，所以现在是因为时间，准备一二三，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就现在已经波及2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影响了70多亿人口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